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的张树珍，我呢是刚刚上杨老师的课程哈，那第一次上的弟子内训，我觉得杨老师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他说要开心快乐，那开心快乐就是最大的财富，能把这个满满的能量呢带给别人，感染别人，然后呢，就是啊可以让大家啊越来越有能量啊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杨老师啊。